我这衣服怎么样？特别好，但以后裤子穿长一点。他们说女生唱戏还不穿长裤子，但不一样，你不会穿这么短的裤子。好，男上去其实也挺冷的。平时就说我不太喜欢别人管我，但其实我内心还是比较吃霸道总裁这一套的。然后他突然间那样说你不许这样不许那样的时候，我其实内心觉得，哎，还不错。不喜欢自己的女生被人家看的，这种时候穿全身的棉袄出来可能会比较适合。如果，我有一天，就是因为我大概很多奖项都有入围或是得过，唯一没有入围过就是金曲奖，是吗？台湾奖也没有过，所以如果我有一天他入围了金曲奖，我就喝你的洗脚水，我就喝你的洗脚水。就这样擦是不是？对，就这样擦呀。你需要我帮你擦吗？不，我帮你擦吧。好。哎呦，来。好。第一回吧。哎，我很会按摩的。怎么样？不错吧，你们？给你一个赞。那你是跟谁在一起？又帮谁按摩？什么跟谁在一起？这个手法明显是练出来的，不是，就是我的手劲儿就还不错。不对，因为那个跟手劲没关系。我有点在意，我不知道他这个门手艺是从哪练就的。